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我们来学，如果我们要去机场，right？就是说我要去机场啊，那这句话台语怎么说呢？啊，我要来去机场啊，我要去机场啊，我要来去机场啊，我就是我啊，要就是要啊，我要。去啊，去就是来去哈，台语说来去哦，来去讲的是要去哦，我要去机场啊，机场台语讲说机场哦，机就是机哦，场就是场哦，我要去机场哦，那台语说我要来去机场咯哦，有时候加一个咯，就是说要来去啊哈。我要来去机场咯，哦，好嘞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拜拜。